的童话，感情是那样的捧杀，我竟再也没有办法期待着你的回答。你不要把我丢下，爱已难以自拔，心在流泪好害怕。可是你再也没有回头对我说话，可是我奔跑再也没有找到解脱的办法。如果对我是真的还有一份牵挂，就请你赶快把我留下，让我留下。找到解脱的办法。